Hello， 各位哦，今天呢，我要去上班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要去我们这个 TSR 赛车协会哦上班哦，因为这个去年的成绩哦没有升组别哦，所以呢，我跟他打赌，就这样子哦，必须要去完成，然后要去面对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前往我们的 TSR 赛车协会，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能帮赛车协会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出发！哎呀！上班啦、啊！我们现在上班第一个工作，去帮大家买饮料。OK， 骑这个出发帮大家买饮料。不知道等一下回来还有什么其他的任务？我看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蛮忙的。好了，出发。来了。看奇迹，你做对一件事情。总共七杯吗？对。哎，不对哦，六杯，七杯啊？什么六杯？六杯，我不叫你买中杯，你要买大杯。哦中杯啊？干，你至少是多少问题啊？真好，来上班还有饮料喝。这是我今天的同事。Hello。说话，你今天薪水就没了。嗯、啊。今天这个猫要迁徙，也要靠你。猫要换位置。然后注意整个，你知道吗？赛会的发展，嗯，因为我们事情完全做不完，嗯，很重要。好，那你今天会在这里的主要关键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拿冠军啊。好。对啊，你不是跟我打赌的点在这里吗？对。那你现在之前受伤那些都好了。好了。现在手的牙关卡的技能可以放流呢，没有问题，都没问题。笑脸转会说，弄会在，好。所以你今天的第一个工作已经完成了。然后你刚一直拍那只猫，既然你那么爱这只猫，这只猫在我们过去右边的地上下面拉一坨屎，已经放了一个月了，干了。你要把猫大便清掉，为什么？你也可以让我们整个上班的心情更好，更有效率去执行赛务。好，第二个工作就是要包酒。包酒，对。包酒，为什么？你以为我们赛会都整天靠办赛车在赚钱？我们有在做一些国际贸易。好。哇，你以为我们靠你那妈600块报名费、800块报名费在赚钱？好，再来要整理那个验车的东西，再来整理电线。我已经跟他们这些人讲一个月没人要去整理。OK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医药箱、纱布啦、杂七杂八啦，晚上我们要点好，因为快开赛，然后到一些受伤的东西我们都要用。好，再来呢，大家现在目前最近厌恶的一个问题，乱丢烟头赛车场。哎，烟灰缸今天终于到台湾了，你的今天的 fucking job。好。明天的工作看起来我应该是做得完了、那我要去清猫大便，有工具吗？我可能要用手、我们是请你把法理情的一个协会、我们是情字摆前面、怎么可能叫你用嘴巴去捡、手就太高估你了，门口有扫把、他妈你再问要不要帮你扫。好 OK 对不对？谁叫你比赛没拿冠军。好，开始我的第一个工作。不知道啊，猫死在哪里？你要用闻的啊，妈的，用闻的。你们看到那里，哇靠，什么哇靠，就走这样，哎，外面还有四箱。哦 ，OK。
找乱丢烟蒂的事情吗？你是完全不被怀疑啦，因为你没人没有来过。没有，我也不抽烟的，所以绝对不是我。对，这个是要拿去赛事场放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没有？是你的工作，没有我的工作。TSR T 恤，今年的纪念 T 啊。好，那我们其实减少很多的那个转印，好，因为让它通风其实会比较舒服。可是这有个图案，你有看到吗？为什么有点湿？那叫赛车。说阿里里种啥？奥利赛车呀。所以过一阵子就要卖了。我操！哇，抓老鼠！你的工作，你他妈跑去哪里？搞不行啊，真的啦！干好恶，捕鼠队哦。自己想要的。我说你有多？啊。OK， 各位下班了，好不好？回家了。好，今天这样一整天，其实还好啦，是没有到很累啦。但是就是因为毕竟我也不是那边员工，所以他们说实在的，也硬找不太到什么事情给我做，顶多就整理整理这样子哦。不过今天一整天下来，就是有些观众可能会问我说，我今年还没有比赛哦？这个因为。应该是没有啦，我今年应该是没有要比赛了，因为这个我们就是我原本比赛那个店家就是圣贤，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没有要比了，我没有要比了，所以我就也不知道要怎么继续下去这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啦，所以我心中还是很喜欢骑车的，所以可能就是路上这样骑一骑吧，比赛不知道，就是我们静静的等待那个缘分，好不好？我还是很喜欢赛车的，我还是很想比赛的，所以好了，就差不多这样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要去洗澡了，各位，拜拜。